社会上真的很多辛苦的人，对，很需要帮助。夜市人生哦，他们也有一颗很想要去帮助人的心。我们现在比较有能力可以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。有一群年轻人也愿意跟着欧丽珊啊那样哦，做来做去，我们觉得很值得了。可以让这个善的回馈继续循环下来。